谁来？我来。小宝先来，小宝先来。我来。啊！哦，兄弟。为什么老选我？有恩怨，我是有恩怨的啊，有恩怨的各位。耶，小宝，你知道他今天有多大的心理阴影啊？对呀，自从学了你雨露均沾，对不对？现在这样了，现在呢？然后呢？就宠你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如果不把你推下去，我自己跳来，我一只手，兄弟，一只手你肯定就不行了。我今天就一只手把你弄下去了，走。好，一只手。好，速战速决，来了，赶紧，来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下不下去了？我下不下？下不下？别听他的，我长一样。别闹，怎么那么黏？哎呀，你等一下子，别闹。你看两位的马步都特别的扎实，他那个宝哥扎实，因为他体态低嘛。加油！踩俩脚。到最后用了两只手，一点点，两只手。接下来该女生出场了。女生谁先出？娜塔莎先来。这边女生谁来？我知道，但我不会。你21，我36的，我骨头都碎了，小心一点。请准备。本轮开始。两位女侠要再来一遍，对不对？ Yes, serious. OK, OK, 真心，她说要认真的。两位女侠，认真的，认真的，请开始。谁想看吴磊对黄子韬？哦，加油加油！就两个手，把这个放后面。别受伤就 OK， 我不会轻易的下去。请准备，这轮开始。我们先握手吧，真的，握手 OK， 友好的，友好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是？对，那也别受伤就 OK。哦，好看了，好看了。好无赖。哎哎you
小宝，我觉得下一个有颜值担当就是我跟你了。没有，行，咱俩是绝配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跟他们，我们跟他们俩，我终于找到对手了，朋友们。我们俩跟他们都一样。好，来吧。级别一样，级别一样，级别一样是吧？二位高手都准备好了。哈哈，这位是没常输啊，没常输过。这位是郭靖，郭大侠。这轮开始，来吧。啊！你干嘛自己冲下去了？你完全是自己跳下去了，穿帮了，穿帮了，又穿帮，还重来，穿帮了，玩什么游戏？又重来，又重来，又重来，看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来，这轮挑战比赛开始。哎呀，来，啊！来呀，啊！来呀，啊！不要！给来，我加油！你这是跑男里的招数。一切的眼神，心像海底针，光是猜测，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，有。我为什么总输得那么潇洒呢？我没提前告诉你，这个我领教过。你领教过？我们俩撕过两回。原来不是撕名牌都管用哦。管用哦。我觉得最强的两个人派出来对决一下。我觉得这边是子涛，这边子琼姐。哇，怎么样？来吧。好，来。试试看，来弄吧。那他们真的比武功了，试试看，真的是比武功。这两位都是练过的。没有，我想不想看？我还是跳下去。套路和招数在的，我会跳下去。哇，高手过招。那我还是一只手吧。好吧。不然推手吧。啊，然后你就把我推下去。我知道。下去了。让了。可以继续推了，可以继续推了。来了。我们玩这个吧，就是这个，对呀，对，他们现在正对，对，知道了，就是谁先动谁就输了 ，OK。这年头高手对决好草率，没动，没动，也没动，会不会你这么告你？不，这跟那个没有关系的，你要知道。哇哦！现在好多人想做子琼姐姐哦，这个结果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武林是有爱的，对不对？学武之人心中都是有爱的，但是呢，不影响我们最终的结果。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同福客栈。